当然欢乐的时间其实过得很快，因为我还是想要要帮大家，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喜欢这个池昌旭也很久了，对不对？然后池昌旭也出道了有10年的时间，那我知道很多粉丝不愿意面对的就是他2017年这一年，因为即将要入伍当兵了，所以有没有一些话可以跟我们台湾的粉丝们分享？항상이렇게제가올때마다너무나도좋아해주시고반겨주세요네그래서너무나도감사하고요뭐매번항상말씀드리는거지만감사하고요제가보답할수있는길은정말좋은작품으로좋은모습으로인사드리는것밖에없는것같아요네그래서여러분들한테받은사랑네제가다되돌려드리겠습니다네제가곧군대를가는데요그렇게길지않은시간인것같아요네금방다시돌아오니까많이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고요그리고돌아와서도또좋은작품으로네그리고좋은모습으로인사드릴것같으니까네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시고네기다려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我每一次来到台湾呢，大家就这样很开心、很热情的欢迎我，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那我真的很想要报答大家对我的这样的喜爱跟支持。那我想说，只有透过很好的作品，我会给大家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报答大家的方式。那我真的很想要把我所得到的，我得到了多少的爱，我真的想要把这些得到的爱全数的归还给你们。那接下来呢，我即将面临就是要入伍的一个时间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并不会很长，其实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很快就会回来了。所以请大家多多就是可能有点耐心，稍微等待我一下的话，我马上就回来。那回来之后呢，我也还是会继续透过很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那请大家也多多的期待，并且在等待，谢谢。白燕老师讲的，我们台下的那个粉丝都快要哭了。不过今天在记者会的时候，其实就有在这个记者会上询问一下，我发现其实池昌旭是一个非常正面乐观的人。他说啊，还好啦，这个当兵反正也不会很长的时间。我说哦，我们这个台湾的男生觉得一年当兵都有点久了，韩国当兵好像是2年的时间哦，2年还蛮长的耶。정확히1년9개월정도될거예요네正确来讲的话，就是1年9个月，还不到2年。네그래서아무래도저보다는여러분들이조금더시간이금방가지않을까요可是比起我啊，应该是对你们来讲，时间过得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吧？跟我会吗？会时间过比较快吗？不会吗？骗子。所以等完了1年9个月，大家都还会在吗？会